跟你讲啊，很简单，以后养蓝啊，人家问到你真的永远28岁，就像人家最近问我你几岁，我说我40，他说不可能，我说我有16岁放在户政事务所。那地沟粮啊，拢讲寄冰箱啦。真的放在冰箱。冰箱会给你贴出来。我们人要长智慧，对，千万不要长年龄。像纪宝如更聪明，连身高都不长了。那就是童星的优点，童星个子越小，看起来越精悍。啊，你看看，等到了林俊逸到他的年纪，绝对不会这么年轻，因为你个儿高。好。亚兰很重要的是你跟永达的关系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才会今天这样义不容辞来站台。其实我是真的是他们保护，哎，因为我们杨阿姨，哎，我们杨阿姨的一个好朋友，也跟我也很好。那以前根本不认识的时候，就成为他们的保护了。虽然金额没有很高啦，啊，但是我觉得在他们都非常的专业，而且讲解的非常的详细，要不然我们怎么有很快的就把钱寄托伫个这呀，吼，所以呢，感觉人生真安定。然后去年，今年我做了牛郎织女，刚过的2014，对对对，暑假，永达基金会非常的帮忙，带了很多人去现场给我们捧场。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，我觉得重点是心。我一听他们说的这个爱心活动，我就非常的感谢，因为我觉得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我们应该回馈给社会。我们都找不到机会，谢谢永达给我这个机会，站在这个台上跟大家分享爱，分享爱心，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参加这个活动，真的。谢谢综艺天后。